队长，你和你的部队失散了。我的部下全死了，我要让那些家伙付出代价。你要和我联手吗？他们在这里，进攻！ 那些魂球从后面过来了，好样的！他们想偷袭我们，那是最后一批惨叫的小王八蛋了，杀光他们！还不行。 正义已得到伸张，他们死了，我们活着，这算我们赢了，对吧？我会守住这座桥，你走吧。你还有地狱魔王的首级要拿下呢。队长，能跟你并肩作战是我的荣幸。愿圣光护佑你。 受圣光的制裁。 世界变得更安全了。我只是个侦察兵而已，我本来要跟我的中尉一起在这座塔上侦察战场，可是我们遭到了袭击，我的望远镜还在这里，拜托你带去给我的长官，我不知道他在上面还能撑多久。好，再见。 难缠的对手出现了。
我从侦察兵怎么了？他还活着吗？他的伤势很严重，你得独自继续奋战了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你的消息，我会告诉他的家人的。小心！滚回地狱去，恶魔的子嗣！还不行，没有空间了，我要回城镇。感觉如何？紧张吗？有点焦躁，你呢？我并不担心，因为我知道你一定会成功的。放心吧，我锻造出来的东西绝对不会让你失望。谢谢你。你听说了吗？恶魔都被他赶跑了。很好，你有跟我解说一下你在寻找的那颗宝石吧。哦，所以你就是想听我最宝贵的秘密。好吧，我就告诉你吧。如果连你都不能信任的话，我想这个世界就麻烦大了。这个宝石封印着一个名为德杰斯特的强大生物，他因为对自己的族人犯下重大的罪行而被封印在宝石里。德杰斯特，这是哪个语言的名字？我从来没听过。哦，那是远在语言还没发明之前就有了。如今那个宝石出现了一道裂缝，经由这道裂缝，德杰斯特可以吸收持有者的生命。我打算要封死这座牢笼，将它永远困在里面。
那些恶魔是不是一看到你就逃走了？没有，这个嘛，你也知道。我刚刚在墙上发现一个洞，里面藏了瓶积满灰尘的酒。这个地方是大名鼎鼎的酒鬼建筑师卡古斯·迪尔建造的，这里到处都是他藏的酒。我挖到了一些，我爱死那种发现埋藏多年的珍贵宝物的感觉，真赞。全新商品到货，货源你就别在意了。我之前真是个笨蛋，我当然是想要小孩的，不过我还是等这一切都结束之后再说吧。那当然，我想生两个男孩子。三个，我一直想要有三个儿子。我会努力的，德里安，你现在也回去外面好好努力吧。海莉队长说我爸牺牲自己救了他一命，我很遗憾你的家人发生这样的事情。谢谢你，海莉队长说如果我们活过今晚的话，他会帮我在威斯马区找个新家。你一定能活过今晚，还有未来许多个夜晚的，我保证。妈咪，人死掉以后会去哪里？阿卡拉特会把你的灵魂带到一个安详的地方，我勇敢的儿子，你在那里就不会再害怕了，以后再也没有痛苦与失落了，而且爸爸会在那里等着我们。坚定信念。他们只是在玩弄我们而已，他们随时都可以杀掉我们。不，他们不会得逞的。再会，愿圣光护佑你。朋友，我有些新商品，你可能用得上哦。我听说你要一个人上战场，这样好吗？你可以跟我走。我不是懦夫，我只是想要活下来。活着不见得就是最重要的，仔细审视你的内心深处，说不定你也能找到值得寄托信仰的东西。坚定信念。滚回地狱去，恶魔的子嗣！
耐心一点。还没准备好。难缠的对手出现了。还不行，我们站在胜利的一方。我自从有记忆以来，就一直在战士的记忆上钻研，但你的战斗技巧让我叹为观止。如果我们从这场战斗存活下来的话，或许我们可以找一天来切磋一下。我很乐意，这是我的荣幸。耐心一点。
看我的厉害。伸张，蛮人一直以来都守护着他们北方的领地，不让外族侵入。他们相信守护雅瑞特山与其中的世界之石是他们神圣的使命。可惜的是，他们的善战与顽强被魏斯马区的士兵误解成嗜血与残暴。我办不到。恶魔的子嗣，
惊人的财宝。接受圣光的制裁，圣光烧尽邪恶，还不行。这些敌人违背了所有的常理，能再多找几个吗？好。留在这里。
看我的厉害。亲爱的乔纳森，我希望你收到信的时候一切无恙，在侍卫要塞的生活也还顺利。亚瑟长得跟你越来越像了，我很高兴知道你会赶回来帮他过生日。我每天都祈祷你能平安回来。重回战场的感觉如何？感觉很好。我很荣幸能与天使并肩作战，带头吧，我会跟随你的。跟紧。手就死吧。我们赢了这场仗。强的对手也休想阻止我。止歇。耐心一点。我的力量用尽了。
伸张正义。我会善加利用。
今天有批新货，要看看吗？全新商品到货，货源你就别在意了。有批商队带了些新货物来到这里，想看看吗？伸张正义，我之前从没看过你们天使战斗的样子，你战斗的英姿真是无与伦比。我一直以来都在努力促使天使与人类展开行动，对抗地狱的势力。劝说与筹划的时机已经过去了，现在我们只能战斗。圣剑艾德鲁因可以破除保护这扇门的恶魔封印。
备好。攻城破坏兽是传奇的魔物，它存在于噩梦与幽暗的低语之中，它是恶魔蛛王麾下最具价值的战将，因为它巨大的身形与蛮力足以扭转任何战斗的局势。我希望自己知道的更多，然而所有见过这个魔物的人都被夺去了性命。我有个紧急的消息，莉亚又看见了异象，她看到巨大的心脏在扭曲的恶魔高塔里跳动着。我知道那是什么，他们是罪恶之心。阿兹莫丹一定把他们从自己的领地挖掘出来，然后用来强化他的大军。那我就去停掉他的心脏和部队。我们走吧。恶魔之门已经粉碎，由邪恶的罪恶之心所强化的地狱恶魔大军在里头蠢蠢欲动，我会杀光这些恶魔，然后再把罪恶之王也